Happy birthday to you。我的，我的，谢谢谢谢。蜡烛怎么灭了？怎么回事啊？为什么？来个火机灭掉了。可能我口气太大了。看到你开心啊，他一直在给我加油。祝你生日快乐，快乐，快乐！祝你生日快乐。这个蜡烛，这个，等一下，这有点他没有那个，略微有些劣质了。劣质快蜡烛。哎呀，要不然我们就来用意念想象一个。那不行，应该可以点得着啊。不是他那个，不应该点白的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不行，点白的燃不了，蜡油上了。小心手，坏了吧？要烧完了，因为我也不知道。要加速啊，因为这个很快的。快学，快学，现在就学，快学，学学。等一下，没点燃，点燃再放。没事，你先别想，许着，许着，来，开始想。着了。吹一下，最后一刻，最后一秒，三、二、一。哇，这个好酷哦！哇，生日快乐呀！生日快乐！这个爱心好。生日快乐！这个爱心好。祝你十七岁，天天开心。然后你已经很瘦了，以后旅游带你去马尔代夫。好。喂喂喂！感谢丁哥。亚轩最近要拿这个，一定是没有好好吃饭。哎，这小脸又瘦了。就是给你好好整点什么补的呀，然后要在十七岁也有更多的奇思妙想。好的，要开开心心的，然后想唱什么就唱什么，好吗？好的，老哥，老哥。哎，没事没事，我会狠狠的鼓励你的。好的。好的吗？就这。嗯，反正就是。就希望你天天开心吧，然后一直能像现在的这个样子就好了。好，感谢贺哥。哦，贺弟啊。你看，在上边心里，我认识他的哥。我跟张哥是同龄人。对呀、啊，你就比你都马上要成年了。是啊，还有一年就成年了。哇！哦，我刚有句话你都没看到。亚轩，感谢文哥。是弟了。切蛋糕吧。亚轩。这下吧，这个，这啥？好多辣油，辣油可以吃吗？这应该是可食用的。哇，这个还有余温耶。这是冰淇淋蛋糕吗？可食用不代表你直接。不是啊。觉得好像冰淇淋蛋糕。这个十七、啊，这个都变成十七了。哦，真。快哭！这波很细。一刀切了，两刀了，两刀了，又不一刀。你从这里接着过去。好，接着过去。但是这块是给马哥的，我们多吃。对呀、啊，这块是给马哥的。哎呀，特别爱我。谢谢。这块是给张哥的吧？这个是给丁哥的。要玩太阳。好热呀！丁哥，谢谢各位哥。蛋糕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好记得朋友的情谊啊，我们今生最难得就一杯酒，快来给大家说哇、哎、好的我的好兄弟们，什么